嘿、hey, ，我是 MIDA 九 March Bear， 今天晚上呢，想要来点特别的 ，Digimon 的新的卡牌游戏第一弹，还要讲这个 New Evolution。他都写在那边了，你都这样给人家看呢、啊。New Evolution， 好烦哦。Cut the game， 好啦好啦 Digimon 太多了太多了。今天总共呢要开的是四盒，重点是四盒呢全部都不是我的，然后都是拿波的毛毛的。走开，走开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直接割爆！直接往箱子上面割，那超小，只占最强。哎、欸，你在做效果、哦？没有错，又不是你的频道那边做效果。几百分啦、啊！这个就是一盒里面一定会必附赠一包。这包是什么东西？就是那个特点包、就是。这一包是特点包。玄照的孩子，就是里面是一定一个还是？一定一个。一张而已，一张而已，然后随机一个人。对，然后他是意图这样。里面有一个小孩，两个，对，亮的，他是亮的。所以你要五个小孩，就是要买很多盒，然后随机抽五个。基本上等一下开的就哦，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开就知道。只是里面会有亮的小孩，先亮的小孩，先开。所以你要开亮的小孩，也不会有开亮的小孩啊，不然呢？你要先开别的吗？没关系，看你啊，要开啊，你开啊，你爽就好啊，直接把小孩头剪掉啊。哎，各位观众啊。啊，我的，谢谢。是毛毛的，是光子狼。我的，谢谢。欸、啊，我的黄的，不是，是绿的，是绿的、啊，绿的、啊。没有，他长得很像黄的那个孩子。我觉得你是假粉丝哎、欸，一看就知道是光子狼。对不起，阿 K 鲁，阿你那边为什么他会有两条线这样子、啊？这个是两条线问题哪里？欸、我刚没看嘞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是被压到哎、欸！我看，对啊，偷偷的啊！你的哦，是上一次那样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我先抽一包好了。有钱人就是可以随便挑自己喜欢的一盒，然后就是直接随便挑自己喜欢的一包打开，然后直接把卡片剪烂这样。对，然后就是里面是什么，全部都是当飞镖色，怎么都是绿色跟蓝色，我要的是红色啊！气哦，里面会送这个哎、欸？对啊，可是里面会有这个，没。等一下，你现在兴奋？因为我想说，玉组里面才有两张 啊，然后旁边的洞挖起啊，它就毁掉了、啊。等一下，你是现在兴奋？等一下，你们越看越讨厌。不是，没有，我会给你拿个几张回去啊。好，可以啊，因为我的已经被挖洞了。你说这样子吗？哦，好，赔钱了，好了，我要剪了。没关系，加剪了。姑姑，雪胜的孩子。哦。这一张废卡啊，废卡吗？很帅哎、欸，特色哦，小狮子色，这张很好看哎、欸。啊，这张还可以哦，这张吗？比较有问题。哦，亮，出来了是不是？好像是很屌是不是？是意图吗？是意图吗？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是怎样？他很帅哎、欸，对啊，这是意图，这张是意图。为什么意图一下就出来了？对啊，谢谢大家，耶、yeah, ，结束了。那、啊、这拿去卖了，网络上就虾皮卖了。谢谢。我们比较好的都放这边。这是我们镇店之宝，雅古博。它是红色的，绿的。啊，草莓。外企、啊、一下子就光子狼。哎、欸，便当兽。耶、yeah. 欸。哎，为什么有两张光子狼？因为这个是啊，这个是送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是一定是意图。要给我解吗？对啊，因为我要套我自己想要的卡。好爽哦，不用花钱就有卡片可以开。哦，蛋蛋。哦，蛋蛋。蛋蛋。哎，是熊熊。这是什么？没看过哎。怎么都是哦哦哦哦哦哦，太一。第三个孩子出来了。真的是一堆被选中的孩子。第三个孩子。拿着丧尸暴龙兽骨头的都是啊，那是丧尸暴龙兽的骨头吗？对啊，这是丧尸暴龙兽的骨头。哦，是小天使。啊。哎，骨架兽，这骨架兽绿绿，对啊，这是骨架兽啊。是啊，你加一张。哦，史上最丑的兽人加鲁鲁兽。最丑吗？还好，我觉得还好哎、欸。哎，贯穿的哎、欸。耶、yeah, ，我的小狮子，好可爱哦。这是狮子兽小时候吗？这应该这我就不清楚。哦，阿轩的等猪的棍啊，管狐兽，等猪的棍啊，哎，管狐兽是黄色的、哦，对啊，所以妖狐那个也是黄色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哦哦，我想要光，我想要那个，哦哦，他谁？谁啊？丘比梦，这是完全猜代沟啊！有人帮我们剪，我们直接猜。啊，你们敢在那边？哦哦，那边已经猜好了。啊对啊，战斗龙卷风，但是哦，好可爱。雪人很可爱耶，雪人啊是小鸡、哎，小鸡哎、欸，小鸡攻击超高，对，他5000哎，天啊，超强，为什么他5000啊？
就故意做的。就是花仙子吗？后面那一只？这不是，这是谁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是我。哎、欸啊，花仙子来了。这是换我了，这张是哎。欸绿绿的，这张我不知道会不会塞诶、欸。哦，这个另外一个黄色的，这个好可爱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越来越喜欢我的黄色诶、欸。你要被人家抢掉啊？是那个。这张会放。哎、欸。道具卡不是你要的那一张。我是废物。欸哦、绿绿。哦，烟花种子。哦哦哦，他谁？我们来加快一下速度的流程。咕咕。反正我就是看啊。现在就是，嗯，哎、欸，是猴子啊！哎、欸，你的蚯蚓猴，欸、蚯蚓猴，它有两根，所以它是那个啦。不剪啊！臭柳丁哎、欸，对啊。哦哦，这是异土吧？全土哎、欸，只是那个那个那个拿着骨头的那个王八蛋的青蛙，可是为什么要可以那么大一张图？哎、欸，是那个哎、欸，进化链哎、欸，对啊，这是很蛮强的。哎、欸，哥马兽，什么什么？欸哦欸、战斗暴龙兽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帅哦！看来我的战斗暴龙兽有希望了，太帅了吧！换我了 ，Only No Time。第五个，哎、欸，第五个了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第五个了。第五个孩子，还有个、啊、还差、那个，我们还差一个孩子，那个塔克鲁。我们再一个孩子就可以凑成1000块了。啊！你已经开始在随便开了。没有，我手抖了。哎、欸，狮子兽的前一阶。这奇怪耶！哎、欸，勇气之盾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绿神比多兽！哎、欸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没有啊？哎、欸，已经亮了呢！哎哎哎，没了！我、哦、是那一包，哎、欸，偷藏一包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你才是做效果那一个啊！看，又是收了。大家想说没了，结果终于知道这包是保底伞了。我跟你讲，跟你讲，我直接打爆你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好，哎，有机会送米加寿，我觉得有机会。不要那边讲垃圾话，快点开啦！还是做效果。我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有机会是奥米加寿。啊！这都太准啦！哎哎，为什么？哎、欸、哎。欸啊！下一盒就要爆炸了，哎、欸，所以下一盒开始了、欸，什么都有了。我想捡他的孩子，又是一张光子。送的孩子是谁？有一张光子，我就打了。哎、欸，太绿了吧！有够绿。哎、欸，这三小，哎、欸、哎，意图，哎、欸、哎，这意图吗？垃圾意图，垃圾意图，我觉得是垃圾耶。这只是垃圾啊、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两颗蛋了，两颗，你的内裤里面不就有了？你在开玩笑，讲得好你没有蛋一样。为什么？不绿、哦。为什么？不绿炭。我就不打蓝色的，一直打钢铁加绿。嘿。哎。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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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呀，失败你！
哎，哈哈，大家好，今天是红子奶奶。先不要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很混乱，我突然乱录了一些东西进来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 NB 大熊。我是 NB 大熊 ，Much Bear， 就是这个啦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来直接进入正题喽。嘿，干，你自己开到蓝色，是你要的，自己开到蓝色，是你要的。是谁？这张是什么？怎么这么帅？这张很厉害吗？有啊，这张是隐藏的，隐藏的而已，隐藏的。不要，不要，那又不是，那又不是隐藏的，那又不是隐藏。我那一张变两张。哇！我的，大家找两张好不好？不要了，那一张不要，那一张不要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刚那一张，没有，你要剪这张了，那一张给我，这吧？哎，这我的啊，真的，先不要，不管了，一张变四张，好不好？这张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好绿哦，是你要的那一张吗？好绿哦，是你想要的吗？哦，这还可以的，对，是阿勋想要的。亮的，哦哦，亮的啊，放到最后，这效果不错，这效果喜欢，这效果。哎，啊啊，跟我一样，先睡一下，先睡一下，分都拿来就好了，我先放这边啊。哎，但是这个没剪哎，你到底是有多会落单啊？是黄色的孩子，干，真的耶，是黄色的孩子。你看，你刚刚缺黄了，马上就来了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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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啊啊，虫虫啊，绿色也可以打一套了，绿色可以直接凑套，绿色好像也快打一套了。哦好，我们等下看到那样都藏起来。为什么要做这种蓝蓝的？哎，蓝蓝的，要不要直接看？很想看，很想看蓝蓝的。你根本就挡不住你的诱惑。蓝蓝的。哦，亮亮，哎呦，是亮的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蓝的，是绿的，没出过的，你他妈是谁啊？狮子兽的前身，哎，这个是那个 operation 呢？不是这样吗？第二盒就到这边了啊，谢谢大家。所以拿不到，拍第三盒了。我这被压成这样，我都啊，可是你至少开了好东西啊。被压成这样才会开到好东西啊！谢谢大家啊、哦，谢谢。OK， 那今天就开完了，那就到这边了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的。我先跟店长。那个。那我先整理我的卡。这是额外播报，就是他额外又增加了一包，把一盒，我应该是语无伦次的吓到。妹妹。可是刚刚妹妹就是开到好的、啊。哦，来了！各位观众，花花，花仙子，耶！啊，是亮亮吗？亮亮的吗？好像是 V。哦，真的，先放着，先放着，先放着，哎呦，先放着，是 V 吗？真的假的？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个亮了，那这边就直接快速度。真的假的？是 V 吗？那先开下面那一个，因为下面那个是一般亮亮的。一般亮亮的，来 ，Hello， 是什么 ？D。哎、欸，哦，是天使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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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 B 吗？是 B 吗？各位观
哇！可是不是意图哎、欸，可是不是意图、欸，怎么办呢、啊？这里面哪一张是意图啊？因为他是个吃隐藏、啊，他吃隐藏啊，他只是吃隐藏。可是我觉得已经很棒了、啊，有V耶、欸！耶、恭喜上树成功！耶、快到 V 了，哪一张 ？V 啊，补 V， 谁啊？好，那就先到这边了，各位，拜拜！开心上树成功，大家拜拜！拜拜拜拜拜拜。